大家的说法还是比较一致的，阮明怀追求苏北，苏北不久前给了回应。确实是个阳光漂亮的男孩。外表的美好只能带来浅薄短暂的美感，缺乏持久的魅力。你承认他长得不错却有这么难吗？好吧，确实长得不错，不过差我很多。